您呢一定想不到，面点大师做的饺子为什么比家里好吃呢？调馅有三个重点，十秒明哥教会您。重点一，把葱姜花椒用温水泡上20分钟。重点二，熬料油，葱姜洋葱香菜和花椒八角放入油中，用小火啊炸至金黄捞出。肉馅加入姜米和屏幕上的调料，分三次加入葱姜水，一个方向搅动，搅至上劲儿，放鸡蛋和料油搅拌均匀了。重点三，葱花用香油拌上一拌，再加入肉馅之中，馅中啊加入喜欢的菜即可。这饺子是清香不腻，一肚子汤汁往外冒啊，嘿，绝了。您呢一定想不到，这饺子馆腊八蒜做成了个招牌，都是为了腊八蒜来吃盘饺子。十秒明哥教会您，选红皮的大蒜，去头去根，这样更入味。鲜洋姜洗干净了切片，再来上几个小米椒提味，一起装进这密封罐里。重点的是这汤汁啊，按屏幕上比例把生抽香醋白糖在锅里烧开了锅，一定啊要晾凉了倒入密封罐，这样啊会更脆。泡上3天，大蒜就会发绿了，微微酸甜爽脆的腊八蒜，再来片洋姜，无论喝粥吃饺子还是喝个小酒，那都是绝配，嘿，绝了。